你好，我是小雨学长，中国最大的情感机构的创始人兼首席导师。接下来你将听到的秘密是绝大部分中国男人这辈子都不曾学习到关于如何让你喜欢的女生喜欢上你。我从14岁开始喜欢上第一个女生，然后被拒绝开始，到18岁，整整的4年时间，我喜欢了一个又一个女生，被拒绝了一次又一次，我感到绝望和无奈。特别是我周围朋友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我特别失败。虽然我读书还不错，但是我出生在贫民窟，穿着廉价的衣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而我喜欢的女生是整个班级乃至全校最漂亮的。我不甘心，为什么我做其他任何事情都马马虎虎，偏偏追自己喜欢的女生却一直不得要领？我试过向周围不同的高手学习，在网上搜索各种恋爱技巧，背了很多冷笑话，也试过去感动女生，花光我所有的零花钱给她们买礼物，但是跟女生的关系始终停留在表面，没办法深入她们的内心，更别提吸引她们。我终于明白，我所需要的恋爱技巧在当时的国内是不存在的。接下来我在大学整个4年的时间去研究如何追女生，并在工作过后的2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去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女生特性。这6年的经历之丰富，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之后我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研究如何追女生这门课题上，同时创立了自己的情感工作室，最终发展成了恋爱公司。10年过去了，整个公司从仅有我一个人发展成为现在全中国最大的情感公司。现在市面上你所接触到的情感机构和情感导师，90%都出自于我们公司。他们要么是我亲手带过的助教导师，要么看过我的节目、听过我的音频、学过我的课程。这套课程就是恋爱规则，在这套课程里，我向你完全展开了男追女的道，并详细阐述了恋爱的本质，然后细化了每一个你和女生相处的细节，从如何认识女生、如何和女生聊天、如何和女生约会，到最终确定关系，我都提供了详细的可执行的技巧策略。能培养出这么多知名导师，关键在于我的课程提倡知行合一。任何一个身高、外貌、经济条件、教育背景、家庭环境都不一样的男生，都有机会通过我的办法追到任何女人。你感情的任何困惑都可以在我的课程中得到解答。当然，如果你是个键盘侠，热衷于纸上谈兵，或者期望拿到一本恋爱秘籍，不付出时间、精力和努力，2-3天就成为恋爱大师、收获爱情，我劝你还是趁早关掉这个事。我的课程没有捷径，仅仅能够保证的是不让你走任何弯路。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添加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联系我。